好啦，嗱，我哋想講一講我哋稅務啊，即係年尾咧，我哋嘅節目安排先。嗱，我哋嘅節目咧，應該就係會做到依做到新曆啊！我而家全部講新曆，做到1月28號嗰日應該係年27嚟嘅，係咪年27啊？阿力同睇到我真係唔夠眼，喺你後面嘅啫，係咪28號係咪年27啊？26啊？嚇，26係年27啊？28號年廿幾啊？26啊？係年廿六 ，OK， 係星期五嚟噶嘛？係啊。嗱，我哋節目就會做到1月28號 ，OK， 但係我哋營業咧就會營業到即係鋪頭，即係個 studio 咧。就1月30號，即係年28。咁31號咧，我哋年29都唔做噶啦，收爐。嗯。咁開台咧，我就揀咗啦，正式開工，即係唔好講我哋嘅少，可能嗰啲短片嗰啲唔計。開工咧就應該係初八嘅，因為今年咧係初四或者初八都係好日。嗯。咁冇理由初四咁樣短啦。嗯。嚇，咁啊初八咯。咁啊初八就會有節目做，同埋即係啟示啦。我哋呢度都 OK。好啦。